那个水待会要喝，你可以用。OK， 你是不是知道我口渴了？不知道，想说就准备一个水给你喝。Okay， 謝謝，想说你待会唱歌要唱很多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几首歌要带给你。太棒了！哎，先跟嘉义的伙伴们打个招呼先。Hello， 嘉义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你有爬过阿里山，对不对？对，前几年有来到嘉义去爬阿里山。前几年，那你在台湾很久了。对，就是大学念大学的时候，在那边有去过台湾不同的地方去玩。哦，所以你有环过岛之类的吗？不敢说环岛，就是有希望中南部都有去玩过这样子。欸，看起来你比 Dennis 来过的城市还多。欸，分享一下你去过那么多城市，嘉义给你的 feel 是？嘉义给我的 feel 就是非常的，就是很多公园。我听说嘉义是全台湾最多公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幸福哦。对对，就很绿化这样子。对，很绿化。我也是个人喜欢带狗狗去散步，就是去公园遛狗。你有一条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家的 Friday， 对对对。那今天大家在这边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先跟大家拍个合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OK， 你到那个中间那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好好，拍一张合照，那要放在你的 IG 上哦。没问题。